抑或我哋香港真係有啲地只有政府先知道喺邊，係我哋唔知嘅。我都懷疑咗好耐啦，呢叫鬼地。唔係嗱，你諗真啊？喂，我哋有一個叫尖沙咀，係嘛？尖沙咀係嘴嚟啫，咁尖沙牙、尖沙脷咧？阿灣仔又係仔嚟啫嘛，灣老豆、灣老母咧？可能香港真的仲有很多新大陸啊！咁我覺得陳方安生咧就唔應該跟老公姓陳啦，就應該叫自己做哥倫布方安生。啊，即係你哋信政府又好，信啲專家又好，佢哋幫唔幫到你咧，我唔知道。但係各位，如果你信細佬，細佬即刻整一單正盤俾你，包你話又平又靚又抵住。OK， 即係報紙賣曬廣告啦，可能你哋冇留意。呢单正盘首期只需要俾两成，然后每个月只需要俾284蚊，供足四年，你就可以喺香港，唔系大陆，唔系加拿大，系香港嘅沙田，一个环境清幽、风水灵秀嘅地方。擁有你自己個人的物業，這個物業不大不小，啱啱足夠安放閣下的骨灰靈位。大家拍曬手掌，未有耐講到，梗係訂曬啦，係咪咧？喂，你未訂，快啲訂啊！因為張報紙寫住，凡55歲以上之用家，有特惠優待。唔系啊，既然有得用家，换言之，即系仲有炒家啦，灵位都有人炒，咁啊唔怪得知嗰啲患咗绝症嘅人生存意志咁强啊！嘿，我几大都唔死住，几大等我价回翻啲先，嚟垫多嘢，垫多嘢。不过大家放心，我相信政府很快咧又会提出，政府将会推出大量嘅灵位，大家即管放心去死，啊死咗就有业主做啦。由大家嘅笑声里面，我听得出一种好苍凉嘅感觉，但系我唔会令大家好苍凉咁离开，好苍凉咁卡拉 OK 直落嘅。嗱，我话俾大家听。其实而家就是香港最灿烂的时刻，而家就是我哋做富豪最好的时刻了。你想想，而家一等500尺的楼就值500万，一等500万的楼就属于豪宅。换言之，你只需要拥有一等500尺的楼，阁下就是富豪。你就可以同你的新抱讲，你检点啲好啊，家下你嫁入豪门。人坐你又坐，一齐坐够唔够位坐啊？系咪？你谂一样嘢啊？喂，一等500尺嘅楼咧，差唔多已经系最细嘅楼嚟噶啦。如果500尺你都买唔起，你差唔多注定呢一世都要瞓街啦。世界上有边个社会好似香港咁犀利噶？你一系做富豪，一系就瞓街，几励志咧？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大家当然不用忧虑瞓街了，因为你有常识，你都懂得想，喂，快点买了，如果不是迟些连500尺的富豪都做不到，要做300尺的富豪，再迟些要做100尺的富豪，到时搞鸡尾酒会就要在部 lift 度搞，就没有意思。而我呢，去年就已经很幸福，将我所有积蓄在沙田买了20个风水灵位，因为我知道唔使冇几耐咧，只要有一个灵位，你都系富豪啊！我想象到冇几耐，我就会计风扇楼之后，俾人称为灵位王。而家我已经成日喺屋企练习咩姿势？镜头灵位啊！
我已經想像到唔使冇嘢啦，我就會同李嘉誠一齊打高爾夫球嚇，一邊咧喺度討論嗰啲靈鬼嘅內部認購問題。我阿成哥你要，阿成哥你要我老母唔外國都俾埋你。然後阿成哥咧又會搭住我膊頭，好親切咁勸我：，唉，細侄，即係出嚟識女明星呢啲嘢，唔使下下送個靈位俾佢咁重手嘅。唉，我已經想住我屋企幾隻靈位有隻女明星嘅樣喺度。唉，不過呢個時候。我想大家收斂一下心情，收斂少少。我想大家紀念一下一啲特別嘅人，即係一啲佢又唔炒靈位啦，又唔炒樓，又唔炒股票，即係連閃卡都唔炒，又淨係打份牛工嘅人。呢啲朋友你唔好怪我忠言逆耳啦，你午夜夢迴，苦心自問，你中唔中意做嘢？你中唔中意打工？我識好多人。我認識好多人，我認識過一個人，佢份份好高深，即係高深到釋迦牟尼見到佢都要話：快走啦，快走！咪又同我開光啊！佢真係，我認識過一個導遊，個導遊好長命啊，即係長命到佢開口埋口嘅口頭禪就係、是：哎呀，我啲世人咧最 high 嗰次就係林則徐燒鴉片嗰次啊！哎呀，我認識過好多古靈精怪嘅，但我從來冇認識過一個。中意做嘢嘅人，可能我识得人少，但系灵通天地线咧，你几时见灵通天地线访问一个中意做嘢嘅人啊？阿陈生啊，请问你系由几时开始发现自己系中意做嘢噶？吓，阿吴刚从来冇做过呢样嘢，系咪？点解冇？因为搵唔到啲咁嘅人啊嘛。就算找到大家都不会信，是吧？哇，昨天灵通天地线访问那条友说他一路可以回朝九晚五，一路都要开心，哇，分明道人迷信，有什么可能啊？是吧？我个人做过调查研究，我发觉原来呢真的喜欢做事的人很少，而全世界最不喜欢做事的人呢就在澳门葡京那些派21点那些女人啊。我聽講好多女仔就嚟嫁嘅時候咧，都會走去見識下佢哋， okay. 即係習慣下啲家婆嘅面孔先啊。清楚啊 ？OK。啲女人塊面成日都好窿噶嗬，又窿啲又反眼喎。啲牌唔好離台啊！我係覺得大家咧要喺佢嘅立場有諗啊，喂嗰啲女人一日到黑就對住好似你同我啲咁貪錢嘅人，對住佢大聲嗌包包包！你揾人你試下照下鏡睇自己呢個樣，的確望到係唔係人生最愉快的經驗嚟㗎？有時你又要為呢啲女人。我又在另一個角度看佢，你做啲女人，你派牌贏，你公司就賺錢啦，係咪先？好啦，到你輸咗，啲顧客又俾貼士你喎，咁啊當然唔係事邊要你俾，但你又試下唔俾啦，係嘛？咁啊，即係你贏佢又反眼，輸佢又反眼，咁你想點啊？喂，你有冇睇過一套叫《驅魔人》嘅戲啊？個女仔咪鬼上身，隻眼反咗後面嘅。睇下又學呢班女人啊！啲人點解話葡京好邪啊？哇！又反眼啊！又反眼啊！跟住啊！咁你想點啫？嚇，贏又唔啱，輸又唔啱，你想點啊？啲顧客鋪鋪大聲嗌：波波波啊！波又唔啱啊！反眼。哎呀，我是鬼上身的啦，不怕鬼咪唔好赌啦，我仲要我滴眼药水添啊！真系大家有冇谂过，嗰阵时候去葡京
啊，喂，真係輸多贏少先，係咪先？有邊個係贏多輸少？你而家做緊紅身啦，係咪？已經輸多贏少啦，次次都輸嘅。咁但係仲要成日去受呢啲氣，點解？點解？我諗咗好耐，我終於領悟，就係因為當我哋去到一路輸唔緊要，但我一路就望到呢啲咁唔中意做嘢嘅人都喺度做緊。咁我哋呢啲所謂唔中意做，算得係咩啊？以後有咩唔中意做，反下眼咪算啦。冇錯，各位，從今以後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有咩唔開心，一反解千愁。嚟，让我哋一齐为嗰啲一路反眼一路做嘢嘅人饮翻杯嚟。祝你高升。啊，你哋冇嘢饮啊，对唔住啊。你哋近啊 ，Hello Sir。边个边个？点？不过有时我觉得吓，万事都有两方面嘅，你由另一方面谂，可能其实呢个世界。不是说那些人不喜欢做事，可能是因为他做那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我们是有些事我们喜欢的。但我苦心自问是没有。即我很奇怪，我想起自己由小到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东西的。除了钱，即很小的我对钱已经有一份很朦胧的爱。即我很小，我无论喜欢什么问题呢，我记得我每次玩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说，如果我有錢，即係我細個咧，譬如你話我蕩失路咁先算啦，我唔會翻去揾我媽媽啊，揾警察啊。我第一樣嘢就係同自己講，如果我有錢，我屋企人會唔會咁容易俾我蕩失啊？我細個你知喺香港啊，成日俾人讀啲英文，英文唔係好好，我唔會諗住進修啊，點樣學叻啲用，我淨係諗，如果我有錢，我唔會買呢個快易通。我会买江湖上人称英语一分钟的林家杰。咁以后我有咩英文功课咧，就掉俾阿柳 Sir， 柳 Sir 俾一分钟你帮我做好佢。即系细个咧，有咩难人，我甚至连屙尿蛇湿条裤咧，我都会话：如果我有钱，咁如果我有钱点咧？啲尿系咪会蒸发得快啲啫？唔知，但系总之细个就成日觉得好空虚因为冇得搵钱我覺得那種空虛只是我隻狗才明白我而已。如果你有養狗呢，各位朋友，我覺得你不妨回家留意一下它，任它最怎樣開心的時候，它背後都有一份很深的哀愁。那份哀愁就是源自於當你放工的時候，它不可以跟你說，喂，不要換衣服，出街吃飯我請。它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它沒有錢。沒有錢是沒有尊嚴，唔系话可以咬得两嚿骨头就叫有牙力。啊，啲狗最明白，而细路仔就同狗一样，冇得搵钱。啊，细路仔好啲啦，可以喺老豆银包度挞钱。不过呢啲唔系搵大钱啊嘛。不过除非你老豆系李嘉诚又唔同啊，我挞咗啊去买嘢去买嘢，不如买个卫星电视台咯。拍手掌嗰啲就妒忌嗰啲人啊。邊個唔妒忌啊？每場起碼幾千人妒忌啊！真係，得我細個就真係覺得成日，唉，有咩去揾錢？揾錢嗰啲嘢咧，中意極都有限。譬如我青春期啦，自己認為自己最中意追女仔啊，但其實我都好長遠嘅。我記得我青春期追女仔咧，最重要個女仔嘅條件咧，就係佢一定要係異性。我俾你身份證睇下。哎呀，我冧你啊 ，F 啊，冧啊！就係咁啊！呀，即係各位女士，你唔好介意我咁大嘅仔，即係從來我諗在座都冇乜邊位男士試過為任何一個女仔研究任何女性心理學嘅，係咪啊？係姊妹我哋係睇唔少，係咪？因為姊妹就女性心理學啊。咁同埋有邊個人曾經為過啊點樣為自己定立一個追女仔嘅大計啊？人生大計冇，係嘛？好少啊！但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做嗰樣嘢，你會咁樣噶嘛？唔係啦，我十六歲之前咧就淨係追周慧敏型，咁啊至多俾人叫做獨樓華啫。咁啊事業期咧要追入方太，冇錯，追入方太咁啊食多啲好嘢，營養充足啲去搏殺。咁啊事業有成啦，可以出嚟玩下啦，咁啊要追啊《新不了情》裡面嗰個袁詠儀嘅聽啦。咁啊即係玩厭咗，你唔使掟佢，佢只要玩完。好少男士敢笑啊！呢、這个时候，
那女士就即刻，但真的我哋又好少做呢啲咁嚇，諗咁多嘢，因為咁你追女仔你唔揾食嘅，咁揾唔到錢，所以到後來我知道有一個職業咧叫做姑爺仔，我有啲後悔。但係總之細個真係最緊張咧，就係快啲長大出嚟做嘢揾錢，哇！有得做嘢揾錢咪最開心。果然長大咗可以做嘢揾錢啦，就發覺好大鑊啦。原來我是喜歡錢的而已，我不喜歡做事的。那真的很大，你知道這樣是什麼？即是你一個人喜歡高潮但是不喜歡做愛，你告訴我你怎樣可以得到那樣東西呢？你做什麼做什麼？我不要這些的，我只是要高潮的而已，一定要你這樣先。男儿一生有，你觉不觉得就是这样，当你不喜欢做一样东西都要去做是为了钱做呢，就跟做鸡没什么分别。当然做鸡就好一点，就赚得多一点。不是，你做医生你赚得多一点，那你就高级鸡。是啊，我觉得如果你就算做医生也好，你做那件事不是因为你喜欢去做，是因为为钱去做呢，喂，你应该跟你的病人说，王太啊，即我做医生这些事你不要跟人说。我真的觉得做事和做鸡最相似的地方，各位就是什么呢？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你都会撞到一些很讨厌的人，是不是？你试试去各大小书局看看，有关工作人士那栏有很多这些书的，如何与讨厌的人相处，与猪共舞，与狗共开 OT， 学习容忍贱人。你已经容忍不少了，喂，真的有那个说学习容忍贱人，咁同学习文屁有咩分别呢？几好啊，几清啊，是不是？你觉不觉得翻工我就是成日做这件事，就是成日问屁，成日要拌，你成日就会听到，你不得人做嘛，你有第二事，好，我做晒啦，唔紧要唔紧要，我咩下个镬，唔紧要唔紧要，我明。成日要拌噶，哇！如果你一味挂住拌，你唔得做嘢添啊！所以我哋做嘢人咧，好多已经学识忍气，忍埋一次吸。咪你成日见好多人做嘢都系咁噶，做下。系咪？而呢个时候，嗰啲贱人就会埋嚟同你讲一句工作场合里面最经典嘅说话。喂，边个啊边个？你唔好介意啊！我头先咁样讲咧，系针对事，唔系针对人噶。你就话，我明。你忍，你希望忍到一日，你可以同佢讲翻。哎呀，边个？我头先咁样嗌你咧，都系针对事，唔系针对人噶。我谂你都明噶，唔得蠢。俾人啊，我觉得话做鸡已经好惨啦，做一只闻屁嘅鸡更惨。事实上，喂，人哋嗌你做阿灿，我觉得好难听，但系更加难听就系家下俾人嗌做港灿，在座都抵死啊！呢样嘢我觉得系嘛，当年嗌人哋做阿灿，人哋而家发咗就调翻转头叫你做港灿。咁啊，當然可能唔係每一位都係，咁邊啲係邊啲唔係咧？做個好簡單嘅試驗就知啦。嗱，問下你揸咩車，有冇大賓啊？頭先冇乜人怕手啊，咁啊大部分都係港燦啦，唔好用人代客泊嗰啲所謂代客泊車服務啊，用代港燦泊車服務好啦。有冇金撈？有邊位啊？冇撈，大咩大精工啊？港燦都不如啊，呢啲叫回流燦。啊，住边度啊？半山，唔错。咁系咪独孤求败啊？系咪无敌海景啊？
系啊，系啊，系咁啊，又系港灿咯。喂，望住个维多利亚海，咁啊叫无敌海景啊。哦，原来世界上咧有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维多利亚洋。我哋呢啲生态叫无敌港灿啊！你系咧就学啲表叔咁，住就要住无敌楼景，望出去都系楼，而啲楼你都有份嘅。食咩啊？平日有冇虾食噶？都有啊，咁啊咸虾餐咯。有冇鲍鱼食噶嘛？我睇怕都有几个车轮餐喺度噶，啊食啲车轮包嚟嘅。在座有边位食过阿一鲍鱼嘅？拍一拍手。在最近呢三个月内喎，系啊，古话如果我食过一只阿一鲍鱼咧，我净影低上十年前，我都要影低佢啊！嗱，呢啲今日咁多人啊，二千几人都系得一两位，同可能系假扮嘅添。但我唔怪得你，就算假扮都，因为真系好派嘅呢样嘢。因为阿一鲍鱼门口系写住港灿与狗不准入内。聽到呢度，你覺唔覺得頂氣？有時真係嘅，見到啲客慘，哇！唔鬼發達嘅，著到好門氹兜咁啊，買咩啊？買樓咯，買一等啊，係啊，係真係一等啊，成等咁樣買嘅喎。頂氣，但係喂，有錢巴閉曬咩？冇修養係咪先？好啦，如果你講修養，你死你，你跟啲客慘翻大陸食一餐，食完第一餐冇咗個雙門雪櫃，食唔係食完第一餐，食第一道菜啊，就冇咗個雙門雪櫃啊。吃完第二道菜冇埋个电视机，吃完第三道菜全屋企嘅电器冇晒，你修养稍微差啲，未食到一半你都喷血啦。啊，对唔住，我头先啱食嘅，可能下个月唔使交电费咁解啫，系咪？你知唔知而家啲阿灿食金啊，饮金酒食金餸啊？你知唔知喺香港而家对啲阿灿嚟讲最好嗰间餐厅叫做谢瑞麟啊？或者叫周生生啊！唔好讲咁多啦，肚饿啊，攞住两只龙凤鸭出嚟嚼住先啦、啊，系咁噶。啊，我哋会唔明白？哇，有冇搞错？前几年啲人撑，谂住食都冇得食噶喎，而家食金，点解啲消化能力变得咁强嘅？真系我觉得，各位啲人撑已经变晒。你谂一样好简单嘅嘢。以前呢我哋讲个毛泽东，一撑嚟讲系叫红太阳，系咪？而家你话毛泽东系边个？有啲人会讲系伟人，有啲人会话系罪人。你问啲人撑，而家毛泽东系边个？佢哋会话你听，毛泽东系好好卖，毛泽东标，毛泽东打火机，毛泽东电器，毛泽东诶指甲钳，毛泽东闪卡先抵死，好卖过四大天王。有隻叫立體毛澤東閃卡，呢邊望就係個毛澤東啦，揭過些少個毛澤東就好似蔣介石啊，好貴賣得好好賣。喂，而家再問你毛澤東係咩？係一個牌子，一個名牌。名牌當然值錢啦，喂，仿名牌都揾到食喎。大陸有個演員叫做古猿，個樣好似毛澤東啊，而家發達咁滯啊。因为点解好多人揾佢剪彩啊？系啊，佢仲忙过张俊生啊！喂，毛泽东为你间烧腊铺剪彩，示范劈叉烧，毛泽东嚟同你帮你拜寿唱，恭祝你今日啊！哇，几有体面啊！唔系，毛泽东嚟到扮包青天，顶死金超凡。你想想由毛主席来到卖剪胃炸那种威势，邓小平都吓醒啊！果然邓小平真的醒了，他就说喂，批评毛泽东各位啊，不要过分。OK， 但是邓小平不明白，我哋边是批评毛泽东啫？就算是批评他，无非都是想他知名度高啲，好卖啲咁解啫嘛，系嘛？喂，真系而家仲边人关心你中唔中意毛泽东啊？最紧要你系中意，德顺毛泽东。
带你进入深不可测、亦中亦间嘅世界。记住呢只牌子噶啦，真系邓小平佢唔明白，而家已经冇人再关心毛泽东喺历史中嘅价值，大家只系关心佢市场价值。冇人再关心毛泽东嘅思想仲存唔存在，最紧要佢条诗仲存在，因为佢条诗仲搵到钱，好多人想排住队去睇。而我深信，终于会有一日，佢条诗会一次过搵好多钱，因为终于有一日，我相信会有咁嘅事发生。20亿第一次，20亿第二次，20亿第三次，恭喜你啊，陈生，毛泽东系你噶啦。攞佢出嚟拍卖，你知唔知有个日本仔用一个破晒纪录嘅价钱买咗一幅梵高嘅油画，佢就话佢第百年归老咧就烧埋幅油画嚟到陪葬。你有毛泽东，你可以同秦始皇讲，不你得兵马俑啫咩？嚟嚟嚟！等我打开个雪柜先，我又卯住屎，真系，我觉得全世界有边个谂得到，原来最值钱嘅标本唔系狮子、老虎、大笨象、蝴蝶啊，甚至唔系恐龙，而系你自己嘅国家领导人。唉，我觉得华盛顿、林肯、丘吉尔、金地一个二个晒晒啦，即系你冇办法，我觉得真系你系中国人系醒目噶，留翻条标本喺度。所以我话咧，大家而家开始唔好再睇少啲阿灿做生意嘅眼光，啊唔系，我哋唔应该再叫佢做阿灿。我哋亦都唔希望佢哋叫我哋做港產，我哋希望大家互相稱呼做同胞，因為我哋都係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而最緊要，我哋同佢哋一樣，都係咁需要大陸裏面嗰個超過10亿嘅市場啊！喂，就當齊頭數10亿，你知唔知道10亿係一個幾大嘅市場？有一首歌係講起10亿人嘅，佢話呢10亿人。他们一人有一个大银，市场大到你笑住分，一人两仙都有几百万，大陆确顶人。拍错手掌啊，因为首歌词是填错了的，在大陆我当10亿人每人给2仙，你不是几百万、啊、是2000万、啊、如果大陆10亿人每人你赚他1分是10亿，你知不知道10亿是一个几大的数字？你理不理解？我就不理解，我这么大个仔都从来没计过一条数有10亿的，就算有我都罢计。阿Sir你只是玩我啫，我懂处理10亿的问题，我做了中国领导人啦。而事實上，我深信今時今日啊，李鵬啊，最煩惱佢都係呢個問題。唔知10亿有幾多個零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你哋唔好嘈住曬啦！我處理緊國家大事啊嘛。三個，嗱係咪咧？係咪咧？唔記得啦，錯在中方，錯在中方啦。但係當然，我覺得。你唔怪得李鵬，我而家俾你寫張支票有10亿嘅，你攞去銀行兑現啦。我諗我聽下都會攞住阿師兄你講少係嘛？呢個呢個天文數字嚟喎，咁啊不如你去天文台兑現啦。我唔係好遠嘅咋，嗱你出門口行幾光年啊到啦。10亿，你睇星空奇遇睇到 short 咗定係10亿真係，係嘛？真係冇辦法啦，喂我哋。唔好講話錢啦，10亿陰司紙都未見過。我哋香港，我哋嗰啲陰司紙
5000万一张嘅咋？啲港产阴司纸好冇野心啊！呢啲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由今日开始，我哋应该往富乃至胸襟。由今日开始咧，我哋习惯下先。我以后打麻雀唔好打万字，打亿字。哎，海底捞鱼啊，自摸九亿，呢啲先叫气势啊，系咪？而事实上，我觉得咧。真係十億對任何一個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衝擊，而我嘅人生裏面喺十億之前，我有另一個最大嘅衝擊咧，只係一個細好多嘅數字97。喂，我唔知道你哋第一次聽到97你嘅反應係點，即係你係驚啊定點？我係好嬲啊，好嬲嘅。我當時感覺就係、是、冇搞錯，我呢代人仲有一樣嘢叫97。我呢代人已經有樣嘢叫愛滋嘅咯噃，我以前從來都冇嘅噃，我睇我老豆阿爺都好 happy 嘅噃，輪到我呢代，即係我最溝得女嘅時候就有樣嘢叫愛滋。啊，拍手掌你知慘啊！但係我知咁又 OK， 安全安全啲，戴安全套咪冇事咯。喂，大佬。使唔使咁安全啊？我哋讲紧做爱就唔系做世界啊！要唔要揾埋线人啊？你帮我夹住嗰条女啊！但系干唔干净啊？你唔好线我啊，线人！咁咧，好啦 ，OK， 有外资都唔紧要啦。喂，我哋仲地球有个窿喎、啊，地球从来都冇窿噶噃，又系啱啱轮到我有个窿啊！你咁啱，你饮茶。好啦，你有個窿唔緊要啊，你唔好搞到好似我整出嚟咁啊！用多個膠袋又俾人鬧，啊唔記得熄電燈又俾人鬧，你累死地球啊你！希特拉殺咗咁多人，都未有資格俾人話佢累死地球，而家我巴閉咯！喂，希特拉，喂，焗死幾百萬猶太人，你覺得好醒咩？我啊！睇数啊，唔山水喉啊！咁咪系咯，有外资啊嘛，有个窿啊嘛，你仲搞乜鬼嘢七啊？点解你系唔系五七咧？我未出世咪几好。6777都稍為好啲嚇、啊，我都未最當打係嘛係嘛？咩2017、2027都哦，偏偏我呢世人最揾得錢，又最識使錢嘅時候就97，偏偏我呢世人最高潮嘅時候就97啦。我唔知道你哋點，但我自己知道自己事。我高潮係好短暫。你笑咩？你高潮好長。呢就有啲人係咁抵死嘅。小小個不知道做過什麼呢，就成世都有高潮的喎。有些成世人什麼都沒做過都是高潮，很開心這樣。喂大佬，我不同，我的高潮是很辛苦爭取回來的，看著就來到了，就來到就來到吧，九七。沒什麼的，即我覺得即人生裡面就是沒有高潮而已。做了幾十年愛白做咯、啊、最近呢還有一個很得意的理論呢，就是說我們好像停了幾千年的冰河時期呢，又有跡象好像開始回了、啊、我一頂了九七加上冰河，那解放軍可以流冰下來。覺得係咪先？啊，九七都算係我哋呢代人最大嘅黑星，但係各位又好彩，得下我哋有最大嘅救星十億。點解我哋以前咁驚九七？就係因為我哋驚冇咗呢個600万嘅市場啫嘛。而家我哋有十億，我哋仲驚600万？你試下去食嘢食十億俾600万 tips 啊！个屎仔掉翻俾你啊！嗱，600万留翻自己刮痧啦！600万相对于10亿，
挟屎都不如啦。当年点解满清将香港俾咗英国挟屎嚟咋嘛。所以我真係觉得各位今时今日我哋有十亿仲有人喺度驚九七或者呢六百万嘅嘢喺度烦呢啲人就注定做死一世港产。所以我觉得喺立法局嗰班人呢成日为咗香港啲湿湿碎碎嘢喺度辩论嗰班人成班都系港产嚟嘅。即係里面有啲议员呢做埋人大代表啊港事顾问政协委员嗰啲係仲衰。喂中国已经俾咗官你做㗎啦你仲做咩烂鬼立法局议员扮咩港产啫。根本係自甘堕落啊真係。所以啊各位选民我都要叫大家一声选民。因为小弟打算参加嚟緊呢届立法局选举。即係細佬嘅政纲就係咁啊。細佬就认为香港係唔需要稳定繁荣。最緊要係大陆稳定繁荣。最緊要係大陆五十年不变。最緊要係大陆马照跑舞照跳金照食。冇错。香港是我家但我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大陆煲得掂你在大陆可以有几头家。所以如果你们同我神圣一票我答应各位我会争取做埋港事顾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后我不会自甘堕落我会辞去立法局议员的职位正式加入共产党。为中国的稳定而努力因为中国不稳定我个人就不能够繁荣啊。所以我呼吁大家一起为中国的稳定而努力各位同胞让我们不要忘记大陆十亿人民币啊多谢基本上我当做完的了那你们想继续看呢就叫 Encore 啦你听唔听到嘢？走。系啦，唔好俾人啲原居民话你哋一盘散沙啊嘛，齐心啲啊嘛，可唔可以用二千人嘅力量嗌得大声个红本嗌一次？当唔系嗌俾我听，好唔好？试下啦，试下自发，唔使我组织噶啦。Jacky 啊，真系。跟住落嚟讲一啲，真系我觉得吓最重要嘅嘢，最重要嘅嘢。嗱，当前就唔使讲啦，就系中国稳定系最紧要，中国唔稳定，你同我咧好唔掂噶啦。咁即系话咧，目前有咩人系搞乱中国嘅稳定，系中国稳定嘅敌人咧，就系我哋嘅敌人。换言之，嗰啲搞民主嘅人就系我哋嘅敌人。呢啲人咧，我觉得佢哋唔明白，中国系间公司嚟噶嘛，即系啲英美法都系公司，但系人哋系上市公司。我哋就係家族生意，咁你搞民主人咧就成日話人哋家族生意你有股份，咁你咪即係炒股票炒到 short 咗啫。喂，你中國係共產黨嘅家族生意係好有理由，人哋真係打江山打翻嚟嘅喎。喂，人哋打江山打翻嚟又為人民服務啊，你又試下揾個雙花紅棍爭完地盤，你去多謝佢為你服務啊，免費醒多多俾你，唔收加一服務費。有冇雙花紅棍為人民服務？有信咗耶穌嗰啲咪咯？咁你咪等共產黨信耶穌咯。嗱咁而事實上咧，前一排啊，克林頓用呢個最優惠國待遇逼共產黨改善人權，其實即係變相逼共產黨信耶穌。有冇睬佢啊？我使乜睬你？你係咪都要俾我？係咪？咁事實上，共產黨唔使信耶穌，信耶穌因為耶穌打救你。共产党都成日自己打救啲人民啦，你克林顿咁多嘢讲，我打救埋你添。系咪喺共
產黨的眼中，你克林頓真的沒有資格講人權的，因為你克林頓本身連統治人的權都不夠。喂，一個白水門醜聞，大家知道嚇，一百幾十萬港幣上落的嘢嚟嘅，仲話港幣添嘅講緊。喂，你如果在大陸，因為一百幾十萬就俾人查，你呢個幹部高級極都有限啊。克林頓而家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搞咩葡式醜聞啊！啊，大件事啊，又係。好大件事係咪？我問大家一個好簡單的問題啊，即係純粹睇表面，大家話俾我聽點樣？喺表面嚟講，你覺得克林頓鹹濕啊，定係李鵬鹹濕咧？啲女士覺得咧，有啲又黃子華啦。但是那些女士說黃子華那些就肯定經歷過很多男人的，他們又知道因為是真的，因為其實個個男人都這麼鹹濕，即是在這方面黃子華都有領導人的才華。是啊，真的。但是問題是克林頓有桃色醜聞，我曾經都傳過緋聞，李鵬你有沒有聽過？從來沒有。是不是他真的沒搞過？我有時候還忘記李鵬是不是男人來的。喂，李鵬你從來沒聽過，是不是真的他沒搞過？不知道，不講得，因為是國家極問。因為你身為中國領導人，任何醜聞不講話，生前不可以提，死後都不可以講啊。嗱，毛澤東嗰邊溝女帶，大家知嘅啦。喂，溝女有冇咁大件事啫？我唔知幾少人出名，我咪帶，即係我能力高，係嘛？好啦，而家你問佢毛澤東有冇溝過女啊？冇。咁毛澤東有冇俾女溝過啊？有，江青冇啦。嚇、啊，毛主席咪好慘，下半世淨係同江青咩過？係，好啦，冇再笑，冇再講添啊！咪坐12年，輕判啊，係嘛？喂，呢一啲先叫做中國領導人嘅尊嚴啊嘛！咁你克林頓你仲講人權，你改善下自己嘅領導人權先啦、啊。所以我其實真係覺得共產黨算係咁啦，大家係咪？即係明知道中國係自己嘅家族生意啦、啊，但係又知道你哋好鬼想做股東噃、啊。於是呢就時不時搞個模擬嘅股東大會人大會議啊，等你哋去舉下手過下股東人啊，咁唔係做人大代表做咩？成世未舉過手咩？咁遠走上北京就呢下過癮啊嘛。喂，股東啊，咁但我知道咁樣仍然滿足唔到嗰啲民運嘅人士，他們仍然是不滿足的，一定要做真正的股東。但是幸好這些人是不需要怎樣應付，直接是不用應付的，因為民運的人士他們大部分這些人的儲職政績不是搞民主的，是副業來的。他們大部分人的政績我覺得要不就是流亡，要不就是坐牢、啊、你近來做什麼保外就醫、啊，但搞第啲嘢嘅喎，所以不足為患，我覺得。而事實上，只要鄧小平一日仲在生，我覺得中國就仍然會好穩定。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是、老鄧咧就到咗八月就90歲啦。咁我所冇住佢仔女所講，佢仍然好健康，我都所得。問題係一個90歲嘅人，你嗰日話佢好健康，其實即係話佢嗰日仲未死咁解啫嘛。但我都信他是成日在打橋牌，我還信他打到不肯停，不斷捉住人來吧，打到鋪啊，打到鋪啊，因為那鋪真正可能是他最後一鋪。我都信他沒有高軟癌啊，就算有都不怕，因為大家都知道老人是不怕絕症，因為老本身就是最勁的絕症。那些年輕人生癌症被老人家笑你啊，是吧？因為乜嘢癌都可能唔得醫，花崗癌都可能唔得醫，唯獨是老癌。第一位，
係嘛？好啦，咁而家鄧小平90歲，佢有咩三長兩短？中國成個局勢會點咧？有冇人知道？唔知道。所以我係講緊而家當前中國穩定嘅最大敵人就係鄧小平。喂，我覺得老鄧咧，佢冇藉口噶喎，佢唔可以同我哋講，喂大佬啊，我老嘅啫，我都唔想啦，你試下咧。我覺得呢個唔係藉口嚟嘅，喂老鄧，前幾年最好啦，六四嗰陣時，你驚老，你咪讓咗個位出嚟俾班後生玩咯，你又唔肯，你要做慈禧太后，加埋阿李蓮英，唔係阿李蓮鵬，唔係李鵬，都係逼走個光水王，哇！而家光水王啊賺啊，日日打高爾夫球。個問題係我唔理得你點對啊，江水王啊嚇！個問題係喂，你而家仲未讓個位出嚟？你睇你下面嗰班江澤民啊、李鵬啊呢班幾鬼聽話？即係你話一，佢唔敢話二。即係如果呢幾個人咧，我覺得咧係讀緊幼稚園咧，所有白兔仔俾佢哋攞曬。但係任何一個有錢佬都知㗎啦。當你係繼承人乖得咁淒涼嘅時候，只有一個原因，就係佢謀你啲家產謀得好緊要。鄧小平一有乜嘢三長兩短，豪門恩怨就開始啦。鄧小平，你千祈唔好死啊！真係啊，我哋投資咗咁多入去，你就話死，你試下死啊！你真係，你試下死嚟死。唔是喎，如果邓小平死咗，我哋咪多条标本。啊，真嗱，我真觉得，系我做人应该咩都系往好嘅方面谂。OK， 嗰条标本系真系第一正啦吓。另外咧，真系邓小平死咗，可能社会会乱啲，可能会死咁啲。紧要嘅，我觉得有时咧社会乱啊，或者死一啲人，唔一定系唔好嘅事嚟噶，系你做边行生意嘅啫嘛。唔我即系而家大陆咧，好多行生意已经被人霸晒位啦，唯独是有一行，我觉得大有可为，殡仪业。我开始投资啦，所以我而家我唔惊邓小平死嘅，我最惊邓小平死咗咧，啲身后事唔知判咗俾边间公司做。所以各位啊，各位朋友。如果你在大陸有什麼大款富豪朋友需要這方面的服務，你即管來找我，包幫你做得好好看看，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在喪禮上我可以找到周潤發、林青霞來剪彩，四大天王來到瞻仰慰容Beyond 太極打Band超度，我甚至可以找到換人來到陪葬、所謂是因為我認識很多死囚的啊，呢方面，咁當然啦，你要揾到佢陪葬咧，就要身家清白啦。咁啊，即係既然係無辜嘅死囚咧，價錢就貴啲啊，即係千島湖嗰啲唔平噶。一句講曬，新將其來，你嚟幫襯細佬，細佬免費整一首安魂曲俾大家。喂，呢首安魂曲來頭唔細。是由一代名填詞人李後主所寫的，李後主的詞就當然好過林振強啊、黃沾那些啦，因為你用李後主的詞是不用給錢他的。而事實上即有時候我想即李後主這世人呢，他最遺憾的不是國破家亡，而是他有很多應該收到填詞的版税，因為瓜了收不到。真的这个是我成晚里面最大哲理讲给大家听，我觉得人生里面甚至是死亡都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世界还有好多钱等着你去找。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
三院锁清秋，剪八段 ，no no no， 你还恋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我们今晚的乐队领班刘志远先生，三百几场吧，已安已安。今晚是我最后一晚，所以我特别想多谢一些人，希望大家容忍些少时间，世界杯仲未开始的。我想多再一次多谢 Ken， 已经是第四次支持我了，希望他希望什么都好了、啊我希望他幸福愉快有美满的婚姻以后。咁呢，我特别多谢一班好辛苦帮咗我好耐的朋友，多谢林祖辉，打俾掌声。而家係好少肯围路围马嘅朋友啦已经。咁我好多谢另外仲有好多欧阳应齐啦、叶慧燕啦、文仔呀、帮我搞灯光呀、仲有我漏咗嗰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因为有成几千人帮我㗎。係你想象唔到咁大规模㗎。OK， 我希望喺1995年如果我哋大家健康经济情况仍然可以再见。多谢。